这边这个门不能推。 哦，看到，我知道了，这里有个摇把，地板砸坏了。 这边这扇门需要钥匙，没有钥匙，什么声音啊？啊？他在干嘛？钥匙在他手上，妹子帮我吸引注意力。 他把这个钥匙当发条了吧？这个陶瓷人，开门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有个小屁孩。 武器的话，应该是打不过的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我来了，走了呀。 妹子还挺强的，这边在上音乐课嘛，先去一楼看一看，一楼去不了，直接上二楼。上面有个箱子挡住了，这里可以上去吗？垫一下我，妹子垫一下我。 扯不开，等妹子。音乐停了，等一下。这样脖子不会断吗？ 躲到后面那个小柜子那里，小板凳。好，开始，大脚步，停，还要停了，稳一手。 上去啊！啊！我上不去啊！哎，好，只要啊，钢琴停。
们就不能动。等一下拉呀，我来帮你。快跑快跑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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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走快走